是德律科技行销部的Larry 这样子。那就是目前我们德律科技啊，是主要是从事电路板组装、电路板检测设备的设备制造厂商。那目前总部是在台湾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拓展我们的海外的一些据点跟发展。那我们其实呢，就是目前这次清大尝试招募的，主要包含我们的就是研发工程师以及业务以及应用公司等等的一些职位。那就是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目前在那个智慧工程方面都希望可以再多一些拓展。其实我们员工福利的话，就是目前都是在劳基方面都是很优渥的，然后也有说目前在那个福利的部分的话，主要有包含我们有包含除了员工旅游啊，以及是各种完整的就是年假什么的一些资源。那我们的调薪制度也是很弹性，就是会依照员工绩效，然后做弹性的调薪，以及有那个绩效奖金的一些发放，都是在业界算是我们都调查过是领先的。德律科技虽然是听起来像是我们的设备制造商，可是我们很重视软体的开发，所以我们有许多像是演算法以及是软体整合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机构的部分，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那个软体方面的话也是很多的琢磨。那另外还有加强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海外子公司的布局啊，就其实说我们目前在主要国家像是美国、德国以及日本、韩国等等的一些东南亚部分都有这些子公司，那所以我们也招募说海外的业务人才以及那个应用工程师，因为我们德律的设备很强调说设备的服务部分，所以也是说希望可以招募一些对海外企业以及国际的一些拓展部分有兴趣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看完这支影片，如果你喜欢，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给你的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